大家好，这里是重庆，这里是重庆三城步道。三城步道原本是老重庆人日常出行的小道，因为串联着多个独特的老重庆风味的历史景点，这里已经成为外地游客了解重庆历史文化、融入重庆市井生活的一个小橱窗。重庆渝中区一共三条步道，第三条步道是最长、坡度最高的历史古道，起于中心路。古道共八个观景平台，供游人休息和观光。现在我带大家走一遍。夕阳无限美，但是已近黄昏。今天的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。想了解更多关于重庆的视频，欢迎关注吴安。谢谢大家收看，再见。